伤心，我从小就听银杏奶奶和松树爷爷说，瀛洲是三界农耕之源，万物生长的根基，一定是草长莺飞，百花争艳，美得不得了吧？咱们赶紧去吧。到了。我们不是去瀛洲吗？这里便是了。这儿。奇怪，房间怎么变整洁了？作为神君的身份，不能用仙法来改变你的处境，所以我今天带来的是在白鹿书院做老师的酬金，但愿能用一个人的身份来帮助你。素闻亲家母心灵手巧，又是持家管账的一把好手，我们春家在南城闹上有一间小绣作坊，只要为之嫁过，这间铺子往后就交由您亲手